行了，不是，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赢了，你别看了，你说他厉害还是我厉害？你厉害，你厉害，你最厉害了啊！来来来，先。这就到了。哎哎，停停，不是，不是，哎，车钥匙，车钥匙，把车钥匙给我。别动，车钥匙给我，车钥匙。哎，车钥匙。喂，你怎么乱摸啊？ 阿姨好，阿姨好，什么情况？这就是人家打游戏的男朋友啊？不是，我领导。你领导？啊。哎呀，领导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，我是他妈，你说这孩子把麻烦领导把人送回来了，领导你妈，哎，他就住对门。哦，领导住对门啊？哎呀，门当户对呀！啊不，我的意思是。 领导贵姓啊？啊，我叫顾寻，暂时还不是签领的正牌领导，不过以后说不准。都好，都好。哎，领导高。领导你是单着呢？对，单着呢。哦，领导，妈，有件事情瞒你很久了，今天必须要跟你说一下。哎呀，说。其实我是神仙，不可以谈恋爱的。 不着急，慢慢说。我好像被人跟踪了。我不敢开回家的门，所以我就……他跟你上楼了吗？我没有看见，我是坐电梯上来的。他应该走的楼梯，我在敲你家门之前。
我就听见楼梯间有声音，这个就是你说的，你打游戏认识的男朋友？没错。你好，我叫唐信，是月千灵青梅竹马的哥哥。 顾寻，月千灵的男朋友。都走远了，还装什么呀？我不走快点，我怕你那个哥哥追出来揍我。你这绿茶大法又精进了。惩罚是。 给喜欢的人打电话，说你喜欢。我有。谁呀？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居然有女生妥协。 还有情侣呗。 还有情侣抱枕。你平时都一个人住吗？你要干什么？ 有点累，靠一会儿。哦。你干什么？你好。不会吧？ 进风条直接拉满啊！不信！二月千灵，你在干什么？哇，顾寻，好巧啊！顾寻，你可以扶一下我吗？哇！这个人不是人格分裂吧？ 你给我出来！孽缘、孽债、孽障！我想跟你道歉。滚！在公司我们就是普通同事，下班了之后我们就当对方死了。我帮你。不用。需要帮忙吗？不需要。顾寻，你这个大坏蛋！打骗子！怎么的，你都不放。凶手！哎呀，你别吵了，我这个锁还有检查呀。你也不必如此吧。原来他是这一套啊。 顾寻的睫毛也太长了吧！啊，我这个锁是帮你修好的，钱我就不收了。你是我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感知到的第一份美好。